然后一直啊，我怎么缺个奶茶？吃的串串香。反正好在家。因为太饿了，所以我因为太饿了，所以喘不上气。然后我就岔气。谢谢八会送的荧光海。晚上好，大家。我今天猛喝水，我今天公演喝了四瓶水。我今天也喝了四杯水呢。真的，我一直要上厕所。我嗓子干，我第一个嗓子干，然后后来过年谢天一就开始嗓子干。我现在嗓子都赖你。嗯，我可没喝很多水。我就是害怕我才喝那么多水的，你为什么不喝水？我没那么想喝水。对，多喝点。我好漂亮呀，我看起来好像那种，我要猛吃中学生。好辣，这个时候不要减肥。好辣，我感觉辣嗓辣嗓子你辣嗓子嗓子，这个时候不要减肥。哎，谢天意，我感觉我好像明天说不出话了呀。因为我睡上铺，上铺很干，我都没开空调了。但我昨天晚上对着，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还是早上，今天早上啊，今天早上，我们吃东西的时候，那个热空调对着我脸上吹。谢谢静老师送的圈圈奶茶。我应该点麻酱的，不应该再点这个。嗯，作死最后一次。大家一定要多吃饭哦。觉得我今天也很好看。嗯，听饿了。嗯，吃了一点饭有点香。喝水。饿的胃疼，啃了个面包。不要等饿了再吃，一定要多吃一点。要使劲吃才可以。平时一定要按时吃饭。是糯米不带，家珍是我，其实是别人的，是我在桌子上捡的。
要多吃点，喝太多水。对的。糯米都硬了。如果大家生病的话，晚上睡觉之前，其实如果喝太多水，会一直上厕所的。我在做直播，我也是。真的，我现在刷朋友圈，我很多大家都已经生病了。因为实在是太饿了，所以点了个外卖吃。只是早早的点，但没时间吃。止痛片和咳嗽药已经冷掉了。还好我以前一直那天没听到我刚刚的病，不是我故意发出的，是我刚刚那一瞬间。还好我以前一直都在上海备着药，我以前生病就吃那些药。我想起了我上一次嗓子哑掉的时候的样子，根本说不出话的样子。对，那几天是我虽然很难受，但是我最健康的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喝奶茶，我那天戒掉奶茶。我感觉我身心得到了一个洗涤。哎呀，但是我去年刚今年刚清了一波过期的药，又前两天又清了一次，就以前囤的药过期了。秀，那不是老年秀。我之前一直认为布洛芬只是治痛经的，我以前以为布洛芬只治痛经止痛的，后来我才知道不是。我吃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没那么痒，不是痒。因为我以前不吃布洛芬，我没怎么吃过布洛芬，我好像吃过一次。解热镇痛。我明天是还要早起，我要跟车去剧场，然后帮杨姐出门。加油啊，陈丽！我要，哎，我要掉链，我要掉链，怎么办？温必得，但是我这儿好像没有拉肚子药了。就是没有时间，就是没有拉肚子药过期了，整长生过期了。我每次出去旅游都带好多好多药。你们看小红书了吗？我发了一个视频。下个月，但是这个月，那你们又要说我又画饼。我还跟我妈妈约了明天去吃火锅呢。带着备用，对呀、啊。就为了。出去旅游可能会拉肚子、感冒之类的。就不让我妈妈上班，明天出去吃完回来就不带她吃过。因为我想，就是我不是还有很多三亚的视频都没有。什么药没有？那多吃水果。这样的话就会有主题。就微博的话太正式，用小红书。蒙脱石散，我吃过，我以前吃过，我觉得对我没用，还得整长生。边照相是吧？就可以分布。我吃完了。为啥不能打？哎，有一些些辣。未来做准备，万一这个账号。
因为这个账号绑定的不是我的手机号，我怕以后不给我。吃饱了，发了一箱，结果一盒都没拿回来。然后我才发现，昨天才发现我这个号评论了好多，什么什么，礼貌问价，吓死我！谢 b e w a t e r。给葡萄牙加油！加油，葡萄牙！谁在葡萄牙 ？C 罗在葡萄牙。因为我会，因为这是我的账号，辣死我了！我真实的账号，我就拿这个账号去刷东西，然后我莲花清瘟会。疫情之前我感冒都吃莲花清瘟，我觉得很有用，对我有用。就是以前吃什么药有用就吃什么药吧，以前莲花清瘟就对我有用。学习资源啊之类的，然后就会有很多朋友问。昨天我今天早上一醒来，我发现巴西昨天输了。我也是不想要这个车的，但是呢，我怕不过审，你知道，因为动作有些危险。哎呀，我大震惊了，有点。有些在小视频的那种平台上。他们都会说在上面打上字，说这是什么什么背心，然后裙子里面有裤子，然后这是什么什么裤子之类的，所以十块钱没了，让我以防万一。我昨天朋友圈都是大家哭泣的表情。哎、啊，我吃撑了，喝了水，哎呀，喝水喝太多了，啊，我不会水，喝水喝多了呀。辣死我了！你有相信 B 站舞蹈区的尺度？我这不是怕退稿，我不想再剪，我想一次性完成，然后上传，然后让大家看。哎呦，喝太多水了！啊，我吃的那些东西都泡发了，在我肚子里。我也不想打扰，我也觉得我很自信，辣死我也很能够自信的。后悔了，不应该吃这个。之后，应该还会，就是把这些全退转一下，然后转到 B 站。我有一个药，上面是2022年12月过期。那你说这个药现在能吃吗？你们给我的泡泡 三连了吗？他只写了2022年12月。谢谢大家，就过了这个月就不能吃了，对吧？反正我留着呢，我那天收拾出来，但我觉得现在太珍贵了，我就没扔。怎么学的怎么样？我说暂时搁浅，忙呢，我忙。缓冲 ，bitch mode。我 iPad 都没电了，今天没有 BGM， 我再播五分钟吧，播到12:30我下播。过期一天能吃吗？什么东西？过期两年的。我们这边在买药，还没有下单。过期两年的有点过分了吧？差一点飞身上了。我现在我的房间已经不让进，有24小时核酸才能进我的房间。不让别人进我房间了。啪啪。刚才把小树拒之门外了，他在拿东西。他说穿哪一个鞋？我说你就站在门口吧，我们房间不让进了。你问
们听懂我说什么？我说听谢天一说，刚刚我们让小树不要进，小树是来拿我的999感冒灵的。然后呢，我说了一个24，我说请你出示。请你出示24小时核酸才能进。我说不是，我说你就站门口吧，别进来了。啊，进来是有风险的。但是我和谢天一今天在中心啊，我要回家的。我家有三个人。三个人在。对呀。哎呀，买水。谁也别想进房间。嗯。陈军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回哪儿啊？回这儿，16号他不会回来。嗯，17号，得做核酸回来。我刚画的24啊，我怎么会23呢？哒哒哒。我要在房间里一直躺到十，什么躺到？不不，一直待到16号。不是，没有过，然后打算一会儿再清理。莲花清瘟家里有。我买了一箱矿泉水，备用。等明天醒来点外卖，再点一箱宝矿力水特，还有再点一罐黄桃罐头。嗯。一会儿再去看一下。谁也不让进。谁也不让进，黄桃罐头就是嘴馋的时候吃的。还要买猴糖，猴糖我已经买了，我还有，你现在要吃吗？不吃。姐姐刚刚给我吃的猴糖好好吃。什么？不知道，它装在一个小盒里，不知道是什么猴。念慈，我想擤鼻涕，我可以擤鼻涕吗？黄色的猴糖啊，我罐头也加入购物车，但是罐头是在。但我以前是明没吃过黄桃罐头，东北那边才吃。我的方便面特地都过期了，我都没扔。黄桃就是方便面嘛，就是还能囤一囤，顶一顶。什么都吃不下，可以吃这个，就是会舒服一点。可能是因为是甜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今天的造型很漂亮。这个直播就结束不了。我是看别人直拍做的这个发型，我也做这个发型。8个小时可以睡，当然我不可能完整的睡8个小时，因为我还要卸妆洗澡。我再播1分钟就要下播了。隔了1个月，黄糖没有到货，网上可多了。我不看小说，你们不要脏我了。我今天用那个发胶，那个姐姐又觉得特别好用。她已经很久没来剧场了，然后今天来剧场，然后我就说我自带了发胶用这个，然后她做着头发，做着做着说哇，那个发胶好好用，我也要买，我也要买，以后让他们剧场就买这个发胶。好漂亮的花。然后公演一半我在下面，那个姐姐还拿手机过来，来给我发胶拍照，她说刚才忘了拍照了。我也觉得今天好。谢谢我是发型显联想，你真不会说话，什么叫显联想呀？你的头发越来越少，为什么呢？跟偶像有关吗？我准备要下播了，大家。就是本来就联系，我要下播了。我要下播了。我要去卸妆，然后躺平。为什么说他怎么了？什么？我要去接热水了。谢谢大家。你家里面没水了？没水了。